来自大角星信息，关于如何避免悲观的未来。通灵玛丽莲拉斐尔，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信息。合一的潜在现实自动促使大多数人们试图使事情变得更好，把坏的图画变成好的。这并不意味着了解三维幻觉的你应该从另一边走过，而是意味着你必须意识到与表象一致的普遍拉力。如果你少关注或不关注今天媒体的不断轰炸，并且避免参与两极分化的政治或宗教讨论，这将有助于您保持中心，保持专注。现在地球上有这么多进化灵魂的原因是，地球进化的时间已经到来，超越了它已经存在太久的极端密度。需要高共振能量的存在来突破和溶解地球集体意识的密度。目前，正过着神秘生活的你们是那些选择在地球上的人，在那里你们进化的意识状态将会自动地增加越来越多的这些更高的能量。与真理对齐的进化意识能够见证和体验三维问题，而无需为其添加持续能量。一种意识状态知道只有一一体的，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二元性分离和两种力量的表达。这是一种强大的变革力量，因为与上帝在一起的人占多数。生活在真理意识中的你们是光之勇士，即使你们认为自己什么都不做。一种意识状态一旦达到，就永远不会退回到它以前的状态，并且会超越许多形式的三维催眠术，仅仅因为它是现实。许多人试图回到以前的时代，那时事情似乎更容易，但在他们的活动中总是出现意识在说你好。一个例子，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过偷窃的机会，有时甚至考虑过偷窃，但是你们从来没有坚持到底，从未真正做到，因为诚实真诚是合一的一个方面，是你们的意识状态。一些灵性进化的人们发现很容易爱别人，却无法爱自己。通常当通过更进化的眼睛看到过去所说的话或采取的行动时，它会带来羞耻、内疚、自我厌恶，并相信他们不值得爱，甚至不值得从事精神工作。由于生活在三维世界中的密度和压力，大多数人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有意识地觉醒到他们已达到的意识状态。在这些脆弱的早期岁月里，大多数人被父母和社会教导他们的概念和信仰所催眠，导致他们做和说现在让他们内疚和羞耻的事情。自我厌恶几乎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是处方药和街头毒品流行、暴力、对他人的猛烈抨击、抑郁等的基础。三维能量的底线是你永远不够好，因为大多数人的意识状态仍然是三维的，所以最简单的接受这是关于他们自己的真相。如果你在回顾你早年的生活时感到自我厌恶、仇恨或内疚，请记住，个人的人类自我意识是你的物质概念。你过去无知地相信自己是那个人，甚至现在也不是现实。意识到这个事实就是进化的意义所在。许多人知道这一点，但却陷入了需要对过去的行为进行惩罚的自我陷阱，因此继续认为自己不足。原谅过去做出不那么爱的选择的自己，就像你原谅别人一样，在适当的时候做出补偿，并开始认同你真正的自我，而不是你的错误概念。通常，一个即将到来的灵魂会选择出生在一个家庭中，这个家庭可以激活他们选择清除的能量，
一些他们生生世世携带的信念，现在准备离开。这个过程通常需要数年时间，因为特定的能量必须首先被激活、存在、被看穿，最后被清理、净化。例如，一个人可能会选择投生到一个完全信奉某些特定宗教的严格宗教信仰的家庭，以重新激活他们自身长期携带的相同能量。对于许多在修道院、寺院、道场、修行院或严格的、僵化的、有组织的宗教中生活并发誓的人们来说，这一点尤其如此真实。在冥想中，只需安住于对合一的无声觉知中，不需要祈求、想这个想那个，也不需要不断重复咒语。这些东西是为那些还不习惯静坐的人而准备的工具。冥想可以从思考一些真相或要求更多的光开始，但最终应该进入休息，意识到自己是神圣意识的充实。渐渐的，冥想中更深刻的洞见会变成你的意识状态，然后它们会向外显化。认真的真理学生为获得更高的意识状态而进行激烈的斗争，他们练习他们所知道的冥想，认真的尝试始终保持在真理的中心，但继续拥有使他们加倍努力的经验，相信他们一定做错了什么。重要的是要了解，从一种意识状态到更高意识状态的转变来自于恩典，而不是通过人类的努力。恩典 Grace 是内在神圣的活动，当一个人在精神上为下一步做好准备时，它就会发生。甚至在非常进化的人为下一步做好准备之前，可能还有要学习的课程、要有的经验和要清理的地方。停止努力获得一些关于扬升或特定意识状态的先入为主的概念，因为这样做只是说明你相信你与你所寻求的东西是分开的。转变的奇迹偶尔会发生在一个人突然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就进入一个新的更高意识状态的地方。当已经达到更高的意识状态，但仍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时，这种情况偶尔会发生。当他们最终向真相敞开心扉时，门砰的一声打开了，所有寻求、祈求和祈祷事物的一切，只是为分离的信念增加了能量。分离的信念最初创造并继续延续世界对缺乏、限制、苦难、痛苦甚至死亡的束缚。学习进入内在，那里所需的一切都已经完全存在，因为我与上帝的合一构成了我与上帝的一切合一。来自大角星人群体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